《探龙》第四百七十三章，这青铜长廊上下两侧全都是青铜铸就，四四方方，就像是一个狭长的笼子似的。青铜壁上生满了红斑绿锈，看上去年代十分的久远，只怕少说也得几百年、上千年的历史了。杨子顿时愣住了，这可不是小工程啊！ 这青铜长廊不知道多深多长，而且年代这么久远，可不是一般人搞得起的。要知道，在古代，矿物开采技术是有限的，青铜都是控制的，国家用来制作上好的武器才会舍得用。秦始皇铸九鼎用的就是青铜，秦始皇统一六国要什么没有啊？仍旧用青铜铸鼎，足见古代青铜的珍贵。而这里。 去往青铜铸造一条地下长廊，这能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事吗？金玉珠不无担心的看了一眼杨子，意思很明显，他开始担忧。历来重器出没之地，也都是凶险暗藏之所。杨子自然知道他的意思，当下故作轻松的笑道：“一条青铜长廊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 我和龙在镇龙山腹还遇到过一颗嗜血苍木呢，那才叫牛气！整座山都是人家撑起来的。金玉珠知道拦不了杨子，只好点头。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金玉龙哈哈一笑：“嗨，怎么都跟女人似的？有什么好婆婆妈妈的？进去一顿干，有什么不开眼的拎出来打一顿不就完了？” 说着话，人已经率先闯了进去了。杨子嘴上说都不担心，其实还是紧张的，生怕金玉龙鲁莽行事吃了亏，哪敢让他在前面乱闯啊？急忙叫道：“龙，你最厉害，走后面保护玉珠。”金玉珠一听杨子说他最厉害，顿时得意了起来，哈哈一笑：“嘿嘿，你这都看出来了。” 不错不错啊，眼力大有长进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嘛。我也不好意思推辞，那我就在后面保护雨珠好了。杨子一点头，必须的。有你保护雨珠，我就放心了。何况自古以来都是大将在后头，小兵先冲锋。你是大将，自然得留在后面了。冲锋陷阵的事儿，还是由我这小兵来。 这一顿捧，金玉龙是大为受用啊，连连点头，哈哈大笑，开心不已，乖乖的去了金玉柱的身后。杨子总算松了口气，率先进了青铜长廊。杨子一进青铜长廊，一股浓烈的嗅味就扑面而来，那种压抑就令人不由得生出心慌来呀、啊。这长廊不知道怎么建的，人站在其中。 就像四面八方都要挤压过来似的。好在杨子也算是经历过风浪的人，强自镇定下来，放缓了脚步向前走去。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三人顺着青铜长廊走了大约百十米，平安无事。杨子虽然仍旧不敢掉以轻心，但是紧张感却逐渐放松了下来。可就在这时。 他们看见了一个人，严格的来说是一具尸体，一个健壮结实的汉子，平躺在青铜长廊的一侧，胸前直接被掏穿一个窟窿，大如碗口，前后通透，像是被人一把给掏了心脏似的。杨子看了看，认识，是那身软鞭的童家四兄弟之一，应该是年纪最小的那个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竟然横尸在这青铜长廊之中，而其余三兄弟也不见人影，很有可能是继续前行了。金宇珠凑了上前，看了一眼那人的尸体，就说：“这倒好，有人给我们探路，我们只要尾随其后就行了，倒是省了不少的麻烦呢。”杨子却苦笑摇头：“有其利必有其弊。” 我们跟在后面，凶险是少了一些，但也落后于他们的万一他们先找到六芒神珠，我们再想从他们手上抢，可就难了。说到这里，话锋一转，说：“不过，万幸的是，这通道是一条青铜长廊，直来直往，没有岔路。他们就算先得到六芒神珠，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。但还是尽量避免冲突的好。” 毕竟对方人多势众，又有储无惧这样的高手，真动起手来，我们未必能赢。最好还是能绕到他们前面，抢先一步拿了六芒神珠，取了九品阴身，不与他们硬碰。话音刚落，前方陡然响起一声惨叫，声音极短，惨叫声炸起就炸断，就像是一声惨叫刚发出，就被人割喉了一般。随即怒吼声响起。 你这个恶魔，我和你拼了！另外一个声音则是喊道：“二哥，快走，我缠住他，你出去将这个恶魔的真面目公布天下。”杨子心头顿时咯噔了一下呀，这惨叫声一起，他就听出来了，正是童家兄弟之首。当时楚去试探众人实力，他站起身说过话，所以惨叫声一起，杨子就听出来了。 另外那怒吼声，应该就是剩下两兄弟了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什么真面目，又是什么意思。刚想到这里，又一声惨叫声起，这一声惨叫声还未落声，另外一声惨叫声紧随就响起。很明显，这童家四兄弟这是一起上路了。随即就响起一阵儿歌声。 血月光，人心慌，一入古堡，人断肠。亲人哭，仇人笑，古堡之内，冤魂叫。血修罗，凶煞破，生不如死，风雪锁。哪里死，哪里埋，魂不归乡，乱。 会台，杨子只觉得脊背上是一阵冰凉啊！这正是传说中那金娃娃所唱的儿歌，现在却在这里响了起来。更离奇的是，当时杨子在酒馆之中已经刻意记下所有人的特征，包括说话声音，但这声音却完全没有听过。这声音稚嫩清脆。 就像真的是一个娃娃所唱的一般，但歌声里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来。随即，歌声消失了。悠长的青铜长廊，又归于死一般的寂静，连三人的呼吸声听起来都尤其的明显。杨子放松了脚步，带着金家兄妹悄悄前行过去。 大约三十米远，前方青铜壁上亮起了一盏油灯，灯火如豆，昏黄幽暗，但总比没有光亮的好。可就在油灯亮起之处，三具尸体并排躺着，每一个人的胸前都有一个碗口大的透明窟窿，不用问，一定是童家兄弟了。从伤痕上来看，杀死他们的人。 应该是同一个人。杨子正要上前查看一下，可脚步刚一抬，那三具尸体忽然唰的一下，齐刷刷的坐了起来。